大家好，我是 Kevin， 今天是12月28号。那最近为了录 Studio Series 新的玩具，真的是忙得我人仰马翻的。趁现在有时间，赶快跟各位来录一集年末的回顾。首先还是先感谢各位一年的支持。那在今年我总共上传了227支影片，一年只有365天呢。玩具分享做了139集，直播了54次，还录了25支 Vlog。所以今年我也是投入了非常多的时间跟精力在影片创作上。那各位记得在今年初的时候我定了很多目标，今天就来检讨一下，看看今年的成绩如何。这个就是我今年定的目标，我随时把它挂在旁边提醒我。首先第一个，截至目前为止我的订阅人数是16270人，差距非常的大。对，我知道，啪啪啪，疯狂打脸。不过今年初的时候，我的订阅数只有8000多人，我就定到了30000人这个目标。那这个目标可能真的是定得太高了一点，我对不起各位观众啊！听说道歉要露胸部是不是？那这个目标其实在年初的时候就已经达成了，在今年年初双十季有来给我做一个访问。然后在300集的特别节目，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 Toki 以及刘哥、涛哥为我献上一段祝贺的小影片。那也非常感谢他们增添我节目的色彩，所以这个目标算是达成了。今年与台湾孩之宝的合作算是更密切频繁，也非常感谢官方的支持，对我来说非常荣幸，帮助也很大。在官方的帮助下 ，MPM Studio Series Power of the Prime Siege。一些热门系列的产品都有全球首发的开箱。在今年6月的时候，跟 K 嫂到日本冲绳去旅游，那也是我第一次出国拍摄 Vlog。各位看影片应该是觉得非常的有趣好玩，但是其实在拍摄的幕后是有很多辛苦的过程。不过也非常庆幸有用影片记录下来，不然以我的记忆应该没多久就忘光了。今年其实我有开始游泳，那我也为了游泳买了套票，不过真的没有办法每个礼拜坚持，每天光是设计工作加上影片创作还有朋友跟家庭，忙完真的也没有力气再运动了。虽然说不是搬了一个新的工作室，不过我非常感谢我家人的体谅，把6楼让给我使用，解决了摄影空间的问题，工作效率以及产能也提升了很多。对，没有生产。第一个，我个性比较龟毛，我想要设计一些比较特别的款式，不过一直没有什么好的主意。第二个，其实各位也知道，我是想要挑战成为全职的影片创作者。虽然说变形金刚算是一个小众的题材，不过我觉得如果能够集结大家的力量，还是有可能办得到。那这会是一场非常长期的抗战，我觉得做好影片是最重要的，所以我把大部分的心思都花在做影片上面。无关影片的事情我就比较无心处理，那在时间上其实也比较分身乏术就是了。随着订阅数以及观看数越来越多，也受到了一些所谓的抹黑以及攻击，随着发生的次数，我也慢慢调整心态，加强心理建设。毕竟这个频道是因为有支持的你们才会存在的，我会为了各位以及我的梦想继续努力下去。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，打不倒你的只会让你更强壮，那如果疯狗咬你，你也不需要低头咬回去吧，是不是？也如我之前所说的，我不会让支持我的各位朋友丢脸的，继续努力做我能做以及我认为对的事情。
好，我知道我废话了非常久，各位更关心的应该是2018年到底有哪些玩具能够排进我前十名的排行榜。在2018年出了很多的玩具，那今年我收的第三方算是比较少。第一个就是今年出的一些角色或者是一些尺寸都不是我喜欢的，在今年有很多口袋战争、小型的变形金刚，这些都不是我收藏的主力。再来就是今年很多第三方所出的角色我都不是那么有兴趣，所以这份排行榜是根据我个人的喜好，然后我手头上有的玩具所排行出来的，各位千万不要太认真哦。那首先 Studio Series Ironhide， 在今年发售的 Studio Series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推荐也非常喜欢的。那它还不算是成人市场的玩具哦，不是那个成人玩具哦，我的意思是说它算是比较普林的玩具，缺点就是腰部的保险杆如果可以往内折，再加上接地的关节，这个就完美了。接下来第九名，第九名就是 Alien Attack 的 Virage。 这一款 Virage 在还没发售刚发出图片的时候就已经引起一片骚动，人形可以说是非常还原，也可以说是目前市面上最还原电影 Dino 的一款玩具。缺点就在于它不是很适合把玩，变形的时候是有一点提心吊胆，不过摆着战狮是完全没有问题，所以把它排到了第九名。接下来第八名，第八名就是 MPM7 Bumblebee。 今年可以说是 Bumblebee 的一年，出了非常多 Bumblebee 的玩具。那 Bumblebee 的电影最近也才刚上映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看啊。今年也非常荣幸能够第一次参加电影的试映会，可以把玩具拿在手中回忆电影里面的情节，绝对也是玩变形金刚的一大乐事。那这款 Bumblebee 载具是 Volkswagen 的金龟车，人形虽然不到非常的还原，不过基本上神韵是有抓到的。那为什么它只有排到第八名？因为 Masterpiece 代表的是官方的旗舰作品，那以 MPM 来说，我认为它的还原度应该要再更高一点。背后这边的处理我觉得算是这款玩具比较大的一个缺点。那 Masterpiece 的玩具是比较针对成人，也比较符合我的胃口，所以这款 Bumblebee 排到了我2018年的第八名。接下来就是第七名，第七名就是 MPM6 Ironhide。这一款 MPM6 有它的缺点，那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，不过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它的人形，它也是我觉得目前市面上最还原铁皮形象的一款玩具了。那也因为胸口这些缺点才会排到第七名，要不然我会把它排到更前面。噔噔噔噔噔噔，接下来第六名，第六名就是 MP41 的 Dinobot。 今年 Masterpiece 很多都是重图，心魔算是蛮少的。虽然我不是野兽战争迷，也不是很喜欢动物形态的变形金刚，不过这款 MP41 整体来说我个人觉得还是蛮有收藏价值的，龙形人形表现的也都非常漂亮。如果是 Beaster Wars 迷的话，应该会把它排到更前面。接下来到中段班了，第五名 Studio Series Greenlock。这一款 Greenlock 还原度真的可以说是雕像等级，那我手上这一款还加上了第三方的配件包，可谓是完美啦。那尽管这款玩具做的已经很屌了，不过它是龙形的形态，各位也知道我是比较喜欢真实世界的载具，也因此才把它排到了2018年的第五名。接下来就算是前段班第四名的发表，第四名究竟是谁呢？第四名就是 Siege Optimus Prime， 我们的大哥，永远的大哥，大哥之中的大哥。 Siege 也是2018的一个新系列，那这个系列的玩具做的也是非常不错，这款大哥尤其出众，再加上我是大哥控，重点是它也不算一款非常贵的玩具。那为什么只排到第四名？第一个就是它的载具并不是现实世界的载具，第二个这款玩具是比较针对普林的大众，
那以我37岁来说，我会更偏好 MPM、Masterpiece 或者是一些第三方。那就恭喜我们这款大哥荣登我们2018年的第4名。接下来就是重头戏啦，到底哪三款玩具会排进我2018的前3名呢？第三名就是吉古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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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Studio Series Blackout。这一款 Blackout 在我刚拿到的时候，我是真的非常的惊艳。载具是写实的军事直升机，人形的还原度也不是在开玩笑的。那虽然它有它的缺点，不过它的价格是不到 MPM 那么贵的。以综合的分数来说，我觉得这一款 Blackout 算是我2018年心目中的第3名。接下来就是第2名啦。第二名就是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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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Unique Toys Challenger。这一款 Challenger 荣登2018年的第2名，应该算是实至名归，网络上一片好评。那我对这款玩具的评价也是非常的高，人形、车型以及变形过程达到了绝佳的平衡，成功的重现电影看似不可能达成的造型。再加上他是我们的大哥，大哥要尊重一点。那就恭喜这款 Unique Toy Challenger 荣登我们2018年的第2名。接下来终于到了第1名的发表，究竟2018年在我心目中最棒的玩具是哪一款呢？2018年的第1名就是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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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 MPM 5 Barricade， 耶！这一款 MPM 5可以说是综合分数都表现得非常高的一款玩具，载具、人形以及变形过程也都表现得非常优秀。那在设计以及做工方面，这一款也没有什么问题，算是2018我心目中综合平均下来分数最高的一款玩具。虽然说这个角色我没有到那么的喜欢，不过玩具真的做得屌。那就恭喜我们的 Barricade 荣登我们2018的第1名。好，那看完这份榜单，不知道各位觉得如何？跟你心目中想的有一样吗？那就利用今天这一集来跟各位回顾一下2018年。最后还是感谢各位一路的支持，明年也请继续帮我加油打气，这是我创作最大的动力。那今天这集特别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帮我按个赞，分享给朋友，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明年见，拜拜。We are autonomous robotic organisms from the planet Cybertron.